今年夏天你还在烦恼该用什么样的身体乳液吗？ KC WinWin 的肌透光身体乳让你拥有一白双护的效果，让你在今年夏天出门就像带着反光板一样闪闪动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潘慧茹。大家有没有发觉今年夏天是越来越热？像我呢，平常是非常注重保养的人，除了脸部的保养之外，身体的保养也很重要。可是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呢，我也会有觉得说啊，我不要再擦身体乳液了。因为呢，你会发觉闷热的天气，你好像找不到一罐身体乳液是可以擦完之后让你觉得不闷热，然后清爽透气。所以很多女性朋友可能在今年夏天就会忽略了身体的保养。可是在这里要告诉大家，其实呢，美白、防晒跟保湿在夏天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来推荐给大家，就是这个 KC WinWin 的肌透光身体乳。它这瓶身体乳呢，它可以同时让你拥有一白双护。一白是什么呢？就是让你擦完之后可以透亮白。双护呢，就是它同时拥有防护跟修复的效果。最重要的是，它擦完之后清爽不黏腻。有很多的人呢，就是会去可能用一些有彩妆效果的那些身体乳液，所以你擦上去之后呢，你就会觉得哇，你的身体变白了。可是问题是呢，这个是有彩妆效果的身体乳，所以呢，你回家都需要卸妆。但是这一瓶呢 ，KC WinWin 的肌透光身体乳呢，它不是彩妆系列的身体乳，它真的是保养成分的身体乳。它呈现出来的这个透亮白呢，是真正它这里面的成分释放出来的一些精华，让你的皮肤呈现非常有感的保水度的透亮白。所以呢，在今年夏天一定要拥有一瓶这个身体乳液，擦完之后呢，让你全身散发着透亮白。擦完这个身体乳之后，你走在路上就感觉好像身体自带了反光板。